说我去中央党部见过吴主席之后，然后这个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，然后是因为某某动机，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故事啊，讲一大堆啊。我们这个科学园区我们有开过会啊，不是我一个人去的，是科学园区的同学工会一起，我们好几个人一起去。那我们是白纸黑字的这个书面呢，提供的一些资料，提供这个吴主席参考啊。那很重要的呢，就是我们园区做生意的、搞事业的，就是讲数据。那我们就做一个比较，就是这个民进党的立委柯建铭，还有我们国民党的立委呢，那对于科学园区的关心度和对于科学园区的负关心度，负关心度呢就是找麻烦啊，这两个东西呢我们有统计数字，任内到过科学园区几次，有没有会议记录谈什么事情，帮了科学园区什么忙啊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对于科学园区的，不管科学园区还是科学园区的厂商，有做任何负面的攻击，然后甚至上媒体来做一些这个不利的事情，我们拿出统计数字。那前面的呢，第一项数字呢是21:0几。为什么讲零点几呢？因为有去没有会议记录，也不知道见了谁啊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数字呢更难看，是非常高啊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，我们觉得园区看新竹的发展，我们需要一个这个会做事，然后呢关心园区的，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事。